据媒体报道，防弹少年团日本单曲专辑中取消收录歌曲 Bard Big Hit 方面表示，即将在11月发售的日本单曲专辑收录曲中，由于制作上的原因将会发生变更。据悉，日本制作人秋元康为防弹少年团新日本单曲专辑中 Bard 的作词，但是防弹少年团粉丝以秋元康存在右翼倾向与厌女症的争议等为由，要求中断合作。 Big Hit 在15日表示，已经充分认知到各位粉丝的忧虑，正在讨论中。在第二天则公开了取消收录 Bird 的官方立场。此外，防弹少年团的日本单曲专辑将于11月7日发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